又回到汪汪底下了，又回到汪汪了。这可多了他，这个不可多的。今天往西大门，龙奶奶带你给看啊。龙奶奶带你，那说马路了，龙奶奶让带你把可乐拿来开去了，可乐的就小酒啊，拿到旁边去了呢。不敢了，我一看，老奶奶不敢开，就老头估计玩完了呢，玩完了可累死了，是的。啊，瞧你，又把那个火车站去弄个车了，弄的。火车站？火车站高铁站不？啊，不能了。有，但是要等很长时间。